接下来我们要强化一下我们自己录制的声音哦，所以点选自我介绍的这一段影片。滑鼠呢，您建议各位呢，您可以把这个编辑区啊放大一点，等会编辑的时候会比较清楚。好，那音量的部分你只要把它往上，表示它的音讯是可以加强的。所以呢，点选前面的这个节点，滑鼠碰到它红色节点会出现哦，按住红色往上拖曳，后方也是。好，把整条时间线往上，就是它的声音线往上，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表示它的声音的部分会加强。